另外，由嘉义县政府主办梅山行动会所承办的111年阿里山高山茶春季优良茶比赛，已经伫咧5月14号完成评审，公布成绩。同时安排由嘉义县长翁章良亲自来颁奖。县长翁章良指出，阿里山高山茶这个世界有名的品牌，伫咧县府、乡镇农会、阁有农民业者的努力之下，名声烫四海。这么优良优质的品质，就是嘉义优先品牌的代表，也是在地农产的金字招牌。今年参加春茶品鉴的点数，清新乌龙组785点，金酸茶组261点，总共是1046点。5月14号下晡2点完成评审，竞赛成绩出炉了后，随即由馆长翁章良、立委陈明文以及梅山乡农会总干事黄世如宣布得奖名单。乌龙组得领奖以及金酸组得领奖，分别是由梅山乡水利村张浩华先生以及梅山乡水洪村郑田先生获得。对此，梅山农会特别举办颁奖典礼以及展售会。在现场，春木啊，这这感谢呢吼，咱县政府、地业改良场因这单位呢来给咱辅导，让咱的这个地农因种地呢，拢有一个成就，有一个成就反映在咱这个收成方面吼，这个我特别欢喜啦吼，真希望讲。咱的地业改良场南迁若如果伫咱嘉义的时阵呢，咱的地业会当更加的蓬勃发展。所以今年的地主要是因为咱的雨水充足哈、所以今年咱的嘉义阿里山高山茶的这个品质同好哈、所以今年大家哈地农吼拢去学地商安尼做噶吼，走无咯吼，就是讲大家拢吼买阿里山高山茶。咱即马吼等咧欠费，所以阿里山高山茶今年吼同好，所以过去大概有4%吼没有办法入选，那即间大概剩差30%左右啊没有入选啊。那主要它品质好，是因为雨水，那让在春啊立春了后啊规个茶叶的成长跟它的营养，那做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条件哈。所以我想茶交红酒同款哈，一定有最好的年份。那今年的年份，那如果按照评审老师的解释，今年年份的春茶是最好的，所以请大家多多购买。那我们希望嘉义的茶可以分享给所有的消费者。馆长翁章良指出，阿里山高山茶这个享自国内外的品牌以及产品，在县府乡镇公。在县府、乡镇农会以及农民业者的努力之下，知名度逐年提悬。阿里山高山茶清新乌龙组得奖奖计数是60000元，阿里山高山茶金酸组得奖奖也有25000元的计数。如此优质优良的品质，如此优良优质的品质，就是嘉义优先品牌的代表，更是货真价实的金字招牌。最新新闻，朱乃行、魏胜强采访报道。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嘉义县长翁章良。随着疫情的升温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新冠肺炎的确诊以轻症为主，确诊者做好门诊分流，不恐慌，体谅防疫人员的辛苦，让医疗量能够保持顺畅，病患获得最妥善的照顾。如果你是居家隔离、自主防疫、居家检疫者，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，不用怕，请连接视讯诊疗，由医生直接看诊以及通报，就会收到卫生局以及疾病管制署的确诊简讯通知，然后主动连接中央疫调回报系统，就会收到居家照护隔离处置，记得资料填写一定要正确。若你不是上述的三类人员，使用家用快筛检测阳性，一样不用怕，将你快筛试剂包好，携带健保卡，自行开车或由家人载送，前往4大医院防疫门诊做 PCR 检测。报告未出来之前，请在家一人一室，与家人分开，请勿恐慌。如有呼吸困难、气喘、胸闷以及持续的胸痛等紧急状况，请打119或由家人直接送医院诊疗。最后，
我要呼吁我们所有的亲朋好友，戴口罩，打疫苗，全力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。若有问题，可拨打关怀中心的电话05-362-1150，由专人为你服务。